本校新闻，建国科技大学有一门真特别的课程，老师请学生哦，到这教室外口用家己的身躯当作笑来扭校园内底建筑、教室、球场，然后搁去做相片哦。这个作品的当作是因的考试成绩，创业课程，让学生是搁较了解到校园的美景。好 ，Thank you。用身躯甲大梦结合做伙，嘛用身躯的长度来量学校的造景。这一张一张的相片是老师特别安排的课程。学生讲，过去一下课就赶要离开学校，想袂到接受这门课以后，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周围有这么水的景物。一下课就是出校门，就从来不会认真的去逛校园里面的东西。所以，因为这门课让我们看到校园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态，或是跟不一样的风景这样子。嗯，像老师刚刚上课也有说过，因为我们就来匆匆去匆匆，从来不会在学校待太久，然后有很多学校其实真的很美的地方，我们都没有真的去认真去看过，去跟他感受过。老师讲，真侪学生到学校已经三四年了，对学校周围的环境也阁真生分，这嘛是现代人的通病。大概对生活周围的空间拢真冷淡。透过行动艺术，和学生合作，用家己的身体重新去感觉咱生活的环境。透过这个课程呢，能够找回人跟环境、人跟人之间原本该存在的温度跟关系。那透过这个课程呢，学生开始他们必须跟人的连结，跟同学有很好的沟通，跟环境呢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关系整合，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创意呢注入到作品当中去，然后怎么来透过肢体的连结，然后呢把这个空间呢做成一个很有趣的作品。老师强调，这门课的灵感是对于一位教授朋友来的。因为上课的时阵，学生常常无认真听课，耍手机啊、食物件、开讲，老师阁袂当体罚学生，伊只好请学生到教室外口，甲户外空间对话，意外来激起这项创意。大专新闻张世良，中华彩虹报道。